为维护执法权威，保障民警人身安全，今年3月1号起，十警察正式入刑，有效整理了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再不过，联合国人民法院驻新加坡总书记话，两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和10年。今年4月11号的挂4点左右，市交警机动巡逻大队骑警当地民警郑康迪甲王姓朋友，带领辅警谢义斌、吴小杰，来到东海崖东洋大道这坑，查处交通违法行为。无想到，期间摩托车驾驶员郑某山，竟然直接将辅警谢义斌撞伤。被告人郑浩全未佩戴安全头盔，未携带驾驶证，驾驶一辆报废的白色女装两轮摩托车，沿中洋大道逆向行驶，途经该处，见辅警吴少吉示意停车检查时，没有停车，反而加速向前逃逸，在避开辅警吴少吉后，直接冲撞正在示意其靠边停车的辅警谢彦斌。第一个辅警的车，他示意我停下车，我已经刹不住车了，然后他避开了我。撞人后，郑某山被当地民警辅警控制，后移交到临安公安分局灵珠派出所。经司法鉴定，辅警谢义斌因外力作用，在床上多处软组织损伤，其损伤程度评定为轻微伤。今年7月16号，辽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郑某山涉警案。其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7条第5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袭警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郑某山对指控该犯罪事实和证据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如无独有偶，今年4月13号晚11点外，被告人邓某借酒后，到市区长江路与被害人吴某发生肢体冲突，随后两人被民警带到派出所询问调查。期间，邓某仍未停止殴打吴某，甚至踢打民警。民警张南斌为防止被告人陈芳用手中签字笔自残或刺伤他人，上前准备将被告人陈芳手中的签字笔夺下，被被告人陈芳用脚踢中裆部一下，后被告人陈芳继续在现场吵闹，最终被在场的民警强制控制并安置在办案区内约束至醒酒。案发当晚你大概喝了多少酒啊？很多啊。那你为什么要去踹这个民警的裆部啊？当时就是喝太多了，就十分清楚的记得，是吧？今年8月2号，辽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邓某犯涉警罪，向辽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适应讲义听诉，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袭警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邓某对指控该犯罪事实和证据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遐，什么个是涉警罪？袭警罪是指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行为。刑法规定，暴力袭击正当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界，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辽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山、邓某的行为，均已构成涉警罪，鉴于两名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从宽处罚。辽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邓某有期徒刑6个月，判处被告人郑某山有期徒刑10年。暴力袭警行为虽然表面上针对的是人民警察的人身，但实质是妨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正常活动，公然挑衅人民警察的执法权威，严重侵害社会秩序。人民警察依法履职的行为受法律保护，人民群众应当集体及配合。
我是慌乱，追究失控，绝对唔涉警嘅理由甲借口。法官提醒市民，任何暴力手段妨害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嘅行为，拢将受到法律严惩。驾驶摩托车甲电动单车，拢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万一出了事故，指定头盔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减轻驾驶员头部的损伤程度。关键的时刻，甚至可以保命。下面指起发生在后江区河浦大道的交通事故，就提醒广大摩托车、电动单车驾驶员着戴好头盔，遵守交规。今年七月二号晚九点左右，邓某德无戴安全头盔，驾驶无牌两轮摩托车。在证明当用无戴安全头盔的乘客，因河浦大道自北往南行驶，来到向南路口的时候，而自西向东闯红灯通过人行道的道界电动单车发生碰撞，导致电动单车驾驶员李某林经送院抢救无效死亡。哦，这种事故呢，过往往根据这深度调节风险呢，有某个比较突出的特点，需要提醒咱广大的市民。第一个呢，就是摩托车驾驶员及乘坐人，及这个快过马路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呢，双方都无戴安全头盔，所以是这个引起咱警示注意的呢，就是这摩托车。都惊经人道回头线的时候呢，无减速慢惊。经交警部门调查认定，双方驾驶员负本次事故担当责任。而此起事故的严重后果，经交警部门分析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死者呢，如果当时有戴头盔的，或许会减轻伊个损伤个程度，应该达目的意识。因为受伤的时候呢，刚好就是一头部。消息显示，自今年十月份以来，创始交警部门将车主摩托车袂戴安全头盔，直穿五百多宗，有效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接落来，交警部门将继续加大力度，查处此类交通违法行为。佩戴安全头盔是减少伤亡率最有效的手段。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佩戴安全头盔将对我们一个头部有一个缓冲的一个作用，减少撞击带给我们头部的一个冲击。交警部门在此呼吁广大驾驶员朋友，出行要遵守交通规则，佩戴好安全头盔，共同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全国农村流消儿童关爱保护甲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三证集体甲三证个人名单公布，广东省有六个三证集体甲十五名三证个人获此殊荣。华市后江区广安街道大头社区儿童主任寇忠宏榜上有名。身为社区儿童主任，多年来寇忠宏深入社区，目前社青名义甲困境界服务需求，经常到不少是外省服务上门。而多年社区志愿者开展形式多样嘅平面服务，为社区老人、妇女、儿童甲残疾人等山区关爱，让人感受到社会嘅温暖。有关心到我嘅老家嘅学嘅读书就对，嗯。伊那好很热心嘅帮助我啦。当地社区有只高二号，更有三名高二，寇忠宏百般关爱，已经常入好关心闽南嘅生活甲学习，并实施为人开展心理健康辅导。高二号伊住幺零年，伊啊爸母因白细奥就是去世了，然后就是过一直对伊来对因家人有帮助。我住由本年十二月入来工作之后，就接手应该帮扶工作，不时有关心闽南家嘅学习啊，还有家庭嘅生活啊，即种咩有生错灭错啊，经常组织做妇女啊、妇女啊，做者可能来做嘅陪老家谈嘅事嘛，就惊就是心情啊，咪抑郁就是。口中红打。做好儿童关爱工作，关键是设身处地为老人家考虑，给予伊人摆脱困境的信心和勇气。最重要的就是爱深入个去体会，爱去入户了解应该实际情况，
睇到因具体是需要咩个，比如因是学习无咩爱，家长比如也无咩爱读书，个咱就加减教伊，是呾伊读书爱，咱就加减买了比较好啊，奖励个伊，鼓励个伊。在考试当中，到各方面应该也是培养么，工程也非常认可，对于这个办护啊各方面都比较。空政最多，诶，在咁长相。寇忠雄表示，将以此次获得树荫会动力，正直步作可社区互能互通耕作。介容易也是集体个，无个同事个合作啊，一家人也做不得来。一路来，继续努力嘛，继续更新这座农业平衡好啊，甲大家做者积极努力个帮助因脱贫致富呐。农家就好好学习，家长就努力工作。秋风早起，天气转凉，晨昆的白露也开始南下清沙。近日，每里的梅开就迎来了不少果冻的白露。白露到开明顶边翩翩起舞，而每里的水体融为一体，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让坐下来欣赏。秋风萧瑟，雾水苍茫，未开大家灯，蕴藏着无限生机。只见晨昆的白露翩翩起舞，有处孤影斗轻薄，有处独立江树，有处晨昆交杯，都洪水青天间留下优美的弧线。奇幻时，白露又像翩翩飞舞的素花，飘入碧波之间，蔚为壮观。白露这些自由自在的花香，也就是咱现在的环境是变得非常优美。甲伊就这么当面可能有一撮小雨小雨，可以能去分享。人类也未再该能再食。近年来，我市生态环境如来如好，咱个自然花海更处，看着眼彩白露翩飞的美景，未少市民拢纷纷赞叹。前面赵先生化妆屋做了一首《打油诗》，我用一首《打油诗》来开发吧。我乌红里坐江后，白露归来行江滩，白公平后灭只蚊，黄粒嘻嘻耳能当。有只生出白露归来，甲只嘻嘻黄粒呢，是一种非常好的形象。近日，市区东台城市会分界不少住户反映，因为小区附近有一所学校，每日在早上落课时间，小区门口就经常塞车。因人希望相关部门能对小区另一侧的道路增加改走升级，另通知南沙街慢改交通一栏，方便大家通行。刘先生一家徛到东台城市会园，伊答，因为小区附近有一所学校。每一日到上落课时间，就有不少家长开车接送囡仔。只因泰山路快速化升级改造，泰山行江路口东西向目前已经封闭，所有车辆拢着绕道拐弯或掉头，加大了东台城市会园门口个车流量，造成小区门口经常大塞车。先进出的话，就是往那个寒江路进出吧，然后现在这边不能进出。每天这条路的话，现在塞车应该要六个小时，早上两个小时，下午四个小时。原因的话，主要就是这边有一个学校，然后学校这边的话就是没有，只有一个入口，大家进出的话是非常的不方便。我们后边这个小学每天早上上课读书的时候，还有晚上下课的时候，老是塞车，我们这小区的人出入都很不方便。
老先生答，东台城市花园林直情有一条长头路，相关部门如果能对其进行改造升级，将该道路拉通至南山区，就变好好个民国小区居民个通行入人。我们的小区路贯通后面那个南山街，只要这50米通了，可以缓解泰山路的一个压力吧，而且也可以我们小区进出也比较方便。希望有关部门的话就尽快把这件事情落实好。前面柯先生黄英达，市区金灯街道南东社区有一条行经街排水管道堵塞，导致污水回流，拉起冰雹压槽人门，污水花参头进入屋内，导致无边徛人，实在是苦恼。柯先生的厝到南安二路三号巷二号一楼，明早记者到现场推告，办公客厅拢有黄褐色污水。柯先生的母亲答，因为环境脏乱、臭味恶弄，办屋根本无变徛人。伊人到两年外转就已经搬离。转呢，进入过年尾就点上生，了个后排超高啊！了我就点解啊，惊单无变生，我就搬走，连把身体的毛过了，过了伊个肺本身的毛都对，哎，过了都唔对。据柯先生介绍，一撮污水来源于后巷。这条巷道有近8米长，但因为管道堵塞，导致污水回流大部分通过，时间一个久，污水就渗透入伊人厝内。我伊讲要属于叫做排水嘛，凹巷嘛，片头伊变做咱叫做遐人无人住，当做破厝倒，伊就做咱就多做废土，搞出大部分，所以伊凹巷根本就沟沟流去堵塞去，这水从尾流入出，固住，伊就涉水抢道，涉水抢道入来。咱遐抢也袂行，你该装足机啊嘛，啊，伊固住伊十六对抢到就对来倒来嘛。记者随后向当地社区居委会了解情况，有关负责人表示，去年伊人已经对该片区进行一次大清理，包括清理大部分甲垃圾海等，落来会积极向上级反映，尽快组织人力器械，再次对该区域进行清理。希望相关部门叫做遐来处理这问题，啊。让我爸母叫做有病来就徛，在下相关部门。我南两眼个小半，平时时光对只车遐多家己来留下，等个咩挂车领入室内。近日，伊因为直视大意，直咩只车遐到门口，花唔记得入防盗锁，今日起来发现摩托车不能入去。小半个来徛起到两眼门帘路口，10月20号清晨5点挂，两个大埔改成一辆摩托车来到小半来个留下。后座上的大埔落车后，直接行到小半的摩托车边头，真惊叫头，挂秒钟唔够，就将摩托车领走去。两人阿咪凹头开到凹口走，来到今站岗时间，面后秒到只车里去扛，当时车头流锁，防盗无锁。小半答，平时大家拢习惯将摩托车歇到家门口，搞食咩只领入室内，事发在食咩，伊免得将车领入室内，也无惊防盗锁甲车笼锁。去了切测可乘之机，事发后小半报了警。希望公安机关加强巡逻啊，计，万让这种不法分子遐猖狂，最好就是你个防盗个车头锁做者锁咯。昨日，前面游客到北京野生动物园内，自行落车，上闯八号店区，并甲一群八号堆时，因涉嫌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涉事游客目前已被刑事拘留。此起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并留下警示：法律护栏不可如挖后即将自食苦果。昨日下午5点左右，到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游览区内，一个男游客骤然落车，冲对楼房空，一群白虎几乎是直直向摆开，一个大埔甲白虎之间的距离非常之近，只得摸帮其他游客喝落来后，上传到网络。引发广泛关注的热议。昨日，北京野生动物园发布通报单，该名游客从自家车辆顶端逐渐违规落车，对工作人员的劝阻无任何理睬，况且加快走过防护坡，跳入店铺隔离沟，并爬向店铺内侧，甲11只白虎对视，不断用鱼眼动作跳向动物。因触发换穿防护装置，加上现场工作人员的及时传达需求，闯入者无受伤。随后，北京大兴公安分局发布警情通报单，
涉事打保卫56岁的江某，因上闯白虎店区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警力部调查之中。捡生命开玩笑是对家己的不负责，有违落车禁令是对规则不尊重。唔听施救口令，继续高空流放，更是直播部加大危险气象。涉事男子的质量传举动，拢是对唔方规定的破坏，好的唔方紧急处置有效，流放的攻击性也无发展，否则后悔不堪设想。此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宁波硬科日动物园就拢曾发生过流放感染事件。虽然警方马上获得调查，发生到北京野生动物园及其游客与11只白虎对峙事件，游客落车的原因暂且不知，但不管有什么原因，拢不是将家己置于如此凶险之境的借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名游客被刑拘，迅速咎由自处。虽然老虎有得默书的时候，但规则法律任何时候拢不能违背，一旦越过法律的红线，就必须承担法律代价。这件事既提醒游客不能再有类似的莽撞行为，也提醒法律要加大警力，在美少与游客之间激起一道强有力的无形之浪。